青山落水无穷尽，湖光山色更迷人。这里是十二寮，今天带我爸妈来十二寮走一走，一起走走，活动一下，锻炼身体。天气这么凉，不能待在家里，发霉。哇，这个地方还是漂亮。这边的山又不一样，你看。这边的目的真的是花大价钱了，远远看去还以为是景观哈。不过台湾这边哈，那些目的都称之为什么？你们猜一下，叫夜总会，夜总会。哎，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就没那么可怕了哈。这个冥冥之中到底是时真时假，哪个把说不清楚？大家到了中元节的时候，也是讲鬼故事给我们听。好。中元节的时候要讲鬼故事给你们听，不是啊？我觉得我又要被喷了。然后我带我爸妈来哈，今天是礼拜一，可能现在是比较早吧，大概九点多，好冷清呢、哦，没有人。也有可能是因为修路导致这边没有什么人。嗯，那我们就看一下吧。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商铺，卖各式各样的那种比较特别的商品，比方咖啡厅啊，然后传统食物啊，然后客家汤圆之类的。哦、你看这个房子也很特别啊，对，这是老虎的，这房子很特别哈、啊，哎，老虎凳，老虎凳，需要的老虎凳，好，骑一下老虎。两个那个是，那个是，哦，那个是龙，对。哇，昨天下暴雨哦，今天好凉哦。哦，你看，来嘛，我也骑一下。你这不会走，没有轮子，它也没有脚。其实这边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走。参照树是比较珍贵的树。比较珍贵的树。嗯，差不多。哦，今天想要找吃的还不容易啊。哎。天哪！所有的店铺都已经关门了，唯一的一家无人商店，没有人照顾的。这家商店不一样，你看一下，你不是，你看一下这商店那前面写的什么？免费，我跟是个免费商店说。啊，免费。哦，这是。下面理解免费那个字啊。哦，这是你随便拿东西跟标签，免费的吗？对，哦，是免费商店，我认不不得人呢、啊，怎么免费了？买做生意要出钱的嘛。啊、哦，啊、哦，他是免费的嘛。对啊，他这个免费的，免费这个商店，哦，他为什么会免费？你要想想看，他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商店？我跟你说，在台湾哈，免费的商店还不少，哦、你知道为什么？就是一种分享。哦。哎，它也是一些闲置品，哦，比如说哈，你自己也可以拿一些你不需要的商品放在这里、哦、跟大家一起分享，哦，你也可以带走，你也可以带过来，当然你没有带过来、哦、你需要的商品、哦、你还是可以带走。哦，像这种我不懂它的意义。哦，那书就是对，书是对，你看，嗯，这是啥事？你需要看书，可以拿本看吗？还有啥包包的之类的，嗯，别的包包像哦，有些就需要，是不是？嗯，但是有些他就不需要，他就把它，这时候他就把它不需，他我他不需要，就他把它给看着人家需不需要。嗯，哦，是这样子说，让我今年年年就我今年啊，多好，多好呢，这个我就好好的，嗯，好好，真皮的吗？还是真皮的？嗯，哦，是这样子的，嗯，哦，免费商店。也只有台湾才有，嗯，我们那边不得哈。我们那边的人思想跟人家不一样，思想不一样。他们这边就是说，我不需要的东西，我拿给人家，别人要需要，别人不需要的东西，我需要。哦，他这就是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，是不是？良性的循环。然后也节约人资源，噶。哦，又节约了这个社会资源，对，嗯。这种方法很好，很厉害。这个小娃耍的手，嗯，啊，这个还是新的，还是新的呢。嗯，对对对，茶杯。哎，我可以把它拿回去了。你需要你就可以拿，随便你。我买不上，行不行？他说他要挑一个。
哎，其实我们今天应该整理一下我们家不用的东西，应该带过来哈。哎，拿回来。我们只是想要说今天来这边玩一下，但是这是唯一一家开门的商店，每人每日现挑取两件物品。哦。哎，然后还有玩具。看一下，跟媒婆挑一个嘛。媒婆。啊。跟媒婆挑。媒婆最好是带羽毛的。免费商店的理念是友善环境，减少不必要的消费，若有用不到的物资欢迎捐出，不收衣物，不收鞋袜，不收金书。嗯啊，嗯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觉得好不好？这个给媒婆挑回去。给我们媒婆挑回去。好了，媒婆的黑白猫，牛奶猫。哎，不对，这边好像还有一个免费的共享厨房，那个就对，还会提供吃的，也是免费的。哎，我看看哈，我记得是有哦。嗯，我来过。哎，这你还没看到手？乖猫，我也好漂亮，这个没得漂亮。漂亮，说你漂亮了。来，帮你拍。来，你不用怕了，不用怕了。玩具要不要？哎呦，牛奶猫！哎，我们今天包场了，我们一家。居住在哪里？居住啊！哦，我爸说他想在这里居住。带来好的商机的地方，有山，有风景如画。嗯，非常漂亮。嗯，那边还有亭子。哦。脱皮了哈。哦。哎，品种就是这样吧。哦，就没讲过这个。哎，换肤。可能他换夫了。我这里我家是荒山野岭。你发现没有，台湾很多保留一些原始的森林哈，原始的公路，它走起来比较特别。你看像这种林哈，它又成为两脚林了。它的植物来说，它是以这种那个沙漠的那种形式的出现。一般如果是像这种林，它是荒林，它是沙漠林。像这种林它还是沙漠林，哎，硬是不一样噶。嗯，这边好杂。它就是啥呢？两脚林，称为。哎，奇怪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它是比较高，它那个地下的植物的话，长不出来。阳光，不得阳光，它自然就枯也死了噻。不是野鸭。我没见过这鸭子，我也没看过这个鸭子。嗨。那边还有鹅，还有鹅。还有鹅。满地都是你拉的大便。以前这边哈，哇塞，唱歌了，载歌载舞的很多人，可能是我们时间不对。快来看，快来看，好多乌龟哦，嘿，好多乌龟哦，哎，啊，二十只乌龟，看没？看嘛，这不是乌龟，四只啊，一共。哎，还真的有铁路，你看。肯定是开起走的。玩具火车。那还是开起走的，它不是。可不是那么粗嘛？对啊，铁路的嘛。哇，漂亮！这地方漂亮。这地方漂亮。他写了，窑烤面包。其实我们刚才开车是从这儿过了的。这房子挺漂亮的哈。烤面包的。哎，烤面包的。早安。这房子漂亮哈。哎，他这样子的话，会不会影响房子那个啦？不影响。不影响啊，那生命的力量不是很强大吗？盖的是石用是啥东西？水泥就可以哈。嗨。嗨。早安。哦。对，有吃的，红酒炖猪排。大门在前面。走前面。哦，大门在前面。对，这边。哦，这边是大门哦。好玩，我们都已经走完了。对，我们都已经走完了。你今天来刚好天气不会很热，有时候这个时候太阳都出来了。好，给他就好了。好，走，开口在这里。好，走，谢谢。好，走吧。喝水，可以洗手。好的。看吧，这个地方看起来可以。我走。然后我妈一直在打电话来，看到大佛还说这些，我妈说她家种的蚕豆。两天就被偷光了，这弥勒佛啊！弥勒佛小天下可小之。哦哟，那个柚子年纪好多了。哎，不对头啊，那么这两天有柚子了？
哎，长这么点啊，柚子不是冬天的吗？哎，来来来来来，火龙果的花，火龙果的花。那是火龙果花。这个，只是说，不是火龙果花。火龙果的花相当漂亮。对呀。哎，只是现在哈，它白天不开花。哇，会结好多年。啊，好奇怪，我们冬天才有杆子的嘛。全部是秤砣杆的花样。啊，这个桥不晃，这桥稳当。他们都是山的。嗯，那他们要天天走，天天走的人就不累。偶尔走的人就会累，修理好的地方还多，晓不？很多地方没有办法开车，就只有下来走。我妈走路不如去年。湖光山色，啊？这就称为湖光山色。湖光山色，对。现在有一点点太阳了，感觉有点热，根本走不完了。啊，不是桥。妈，你看我们可以走下面这样子走，人家有个步道，啊，沿到那个湖走，好舒服。你走点下去。嗯，我又害怕你们体力不行，哎呀，其实我们根本就没走几步路。坐车子。都得坐车，太漂亮了这个地方，简直是花好多钱哈，还要天时地利人和才能达到啊。如果不出门呢，就在家里面打瞌睡。跟媒婆玩，还有就上网，就这样。本步道采分沿分段直行，未完成部分路段任需折返，造成不便，请。哎，那但是不得其他人走的嘛？那不得其他人走，很老久的镜头，我宽得很，走不完。妈，走不完哦，打退堂鼓了，还没开始走就打退堂鼓了。啊，就这儿看一下嘛呀。哇、哦，好多鱼。看哈鱼嘛，哎呀，轻松点嘛，太漂亮了。青山绿水无穷尽，湖光山色近迷人。好、哦，这里哈，太漂亮了，太舒服了，水葫芦哈。这桥也漂亮。嗯，今天我们就是去十二寮那边走一走，然后现在快一点了，我们才6。哎，肚子说还没饿，不过现在我们还是要去找吃的。那好吧，今天这一期就分享到这里哦。其实也是我爸妈来台湾每天的一个生活碎片而已。感谢大家对我爸爸妈妈还有对我的频道的支持哦，谢谢，再次感恩。